我们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往金山的路上。现在往金山的路上，要去八烟温泉会馆。那是一间很日式，应该算比较日式的温泉饭店嘛？哦，温泉旅馆应该算旅馆。嗯，对，它不像饭店，就是那种高吧，它是低楼层的，然后有大众池，还有汤屋。可是我们住房间应该就有可以泡，对不对？对，房间就有可以泡的。好，嗯，哦，有游轮呢，有，好像看得出来一点点。哦，这样游轮就比较清楚了，没错。白天我们也来去坐游轮哦，臭当当都坐过。哎，今天还蛮漂亮的，以为会下大雨，但是没有。这边可以停一下，拍照吗？可以上去吧，我看到有停车格。哦，有停车场，我们进去喽。他如果看站在那里面的话，他就变成扭动漩涡。你看，还有转。很不配合，哎，你看我啦，看我一次，哎，看我一次。冰宝，你看爸爸。冰宝，看这里。哇！觉得这边很漂亮吗？超棒的。你喜欢这里啊？对啊，你看这里也很爽，还可以把石头直接破。呀，哇！很开心哦。嗯。一起看。帆船呢？冰宝，你喜欢这里吗？很好拍耶。对啊，真的好美哦，今天。非常漂亮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出发去那个八烟喽啊，要先去吃蛤蜊面，对不对？很厉害的蛤蜊面。好，蛤蜊面。然后现在要去吃什么？柳妈妈海鲜面是不是？我们 Google 一下，就是金山万里这边，就是好吃的应该都是海产。对，所以我们找了一家感觉还不错的面店，因为觉得。吃海鲜餐厅好像有点太多，因为我们只有四个人，对，而且两个是小朋友，所以我们找了一家面店，可是那面店看起来也很厉害，我们现在赶快去瞧一瞧吧。好像很多人在排着面包，好像很厉害。我要吃海鲜面包。你知道很厉害吗？我还有铁丝，先挑战战哦。他很厉害。下课了啦！我下课了。是礼拜五饭店哦。把他们带出来玩。面包看起来厉害。哦，我要吃吃看。我拍一下，我拍一下。哦，好。来看他们。好厉害。哇！好酷啊！发生什么事情哦？来，吃吃看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哦，谢谢。你还咬，还没咬下去就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还没。冰宝好吃吗？好吃啊！黑米，好吃。那你吃黑米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吃不一样的，这紫米啊，黑米。黑米，好比黑米。花东的黑米。好可爱，你等下吃完面来买。好啊，先去吃面。哎，先定好不好？因为怕没有，哎，等一下买。你要咸的还是咸的好？这个欧式 OK。要甜的吗？你吃的那个没了。没了。哎呀，这个欧式好吃的没了。那我吃这个起司好吃啊，起司那个最小面的是。啊，对。然后那先买。
先订吧，先订一下，要不然怕等一下你出来就人家买完就没了。这是哪一个？刚刚有那个电动菜刀哎，好酷啊！电动菜刀，那个怎么卖？这样150，哎，就拍一下你们的。哎，这是这边的地址吗？对啊，对，我们这边忠孝一路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。黄椒什么？好，我等下过来拿。好香哦！来，那咱先看要不要切嘛。切了，要切吗？好像不切，切了不要切，不要切。可是切没有切，工具自己切好，水分比较不会流失啊。大大，对啊，也是都可以。哎，或者是你要车上吃的话，我们就帮你切一切。好，你还要再吃一块啊？这是黑米，我有看到，来，马上买。他很爱吃面包，对，对呀，有啊，来，耶，那我等下再出来拿。啊，那个吐司怎么卖？半条这样100块，100块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年轻人，吐司是什么？牛奶吐司，对。妈妈，那这样子，这个吐司今天在这边好不好，弟弟？你喜欢吃面包，坐在，一共厚嘞，为着吃什么拢愿意。好啊，那吐司也拿一条好了。好，吐司也拿一条。好，那我等下再过来拿。好。好，各位观众。弟弟留在这边，他说好嘞，一个弟弟弟弟。还有面包可以吃就好。今天好啊。哇，要一家。好厉害！吃东西，你吃好认真哦。你留在那边，客人看到你的吃相就很想买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要去什么了。吃东西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吃东西吧，走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吃面。阿姨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的。哎，有开吗？刘妈妈面馆，不会休息了吧？哦，没开是不是？他没有写营业时间，没写。休息中啊，他写休息中啦。是哦，他几点开啊？他没有写啊。因为我们网站上面是写几点。我没有注意耶。我们上面好像是写晚上6点，早上10点半到晚上6点。哦，哎，不要弄。他没写休息时间。对啊。我们是旁边越南小吃，那我们只好来吃隔壁这家了，好不好？海鲜泡面是我的哟，你的？我要买这个海鲜泡面呢，我要先吃一口。哇，你很厉害哦！那那个叉，那个叉下去，然后咖喱，对不对？咖喱，那这个叉下去。好，我们先来试试看喽。可以下。啊！家总爸爸的动作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你爸爸的牛肉汤也很好喝。他这个汤很棒，哦，有那个。比新庄的好吃吗？它有中药味，有个淡淡的那个淡淡的香味，香是中药吗？你要加一点点汤，是不是？麻烦了，拍我，拍我。好，半吹。哇，这真的有泡面的味道。好了。拍我。好，拍你。看他又有什么好看的？好吃吗？超好吃。结果我没吃到那个海鲜面，旁边的面店也蛮好吃的。这家也蛮好吃的，就是这家也好吃啊，这家也好吃啊，没有踩到地的。妈妈还有燕包饼，对，好，无缘这家无缘，是这家。这样可以吗？控制到这颗球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过度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面包量轻一点。我们要下去停车。他的，哎，到了，我们到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停车场。停车场好大。哈，有很大吗？小小的吗？停车场之后要两条路。你要是要戴口罩进去吗？戴口罩进去，我不知道哎。应该是不用哦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
对地球。我们吃香芋吗？你说我不啊？一碗面的一个吗？对。我是你爷爷。我上去了，走吧。那我们就是他到九点，我们可以八点要吃。对啊。这边没有电梯，只有楼梯。好，关。这还有外道门呢、啊，有皮鞋吗？还是厕所？另外一道门，你好好笑啊！脱鞋子，脱鞋子。耶、yeah, ，好爽哦！哎、欸，啊，你的钥匙拿来啊！你怎么在这？按、啊、你这边。哇！啊、他就钥匙拿在手上。把袜子脱掉就可以上床了。喂喂喂！啊！哇！看电视耶！又来了。我还有遥控器。我们家是没有电视吗？我们家没有遥控器吗？哇，看电视！我大饼干滚蛋耶耶！哎，你们小声一点好吗？面包，袜子请脱掉，面包，你袜子。大饼干滚蛋！就是。这里还有床垫。大饼干。电视，好看。那小桌子，好。一天整进去一次。你看，就是今天进去，明天进去一次啊。今天一次，明天一次，就两次。对，所以这应该是要去问服务人员说，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下午泡一泡，然后晚上，哎、欸，他晚上是到几点？直接打电话问就好了吧。哦，嗯，好。他们已经在泡汤了，我现在回去找他们。谁这么舒服啊？这是冰的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伸手下来看看？是冰的，超冰。哦，它还有滑梯的，这么好玩。对，泡下去吧。爸，你要穿泳衣哦。有，我有穿泳衣。好冰哦，这几度啊？我不知道，应该八度而已，后面是写大概八度吧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你要问那人。哎，妈妈，我可以在这里待一分钟吗？爸爸，我可以在这里站很多分钟。他们都一直泼我水，我觉得我妆应该都花了。爸爸，爸比，啊，可以在这里站很多分钟。好，好玩吗？爸爸，让我见，我要用最强对妈妈的招式。你不要嗨，黑人先生。好，我也要下去。好，飞蛾打到妈妈的脸。哎、欸，不要再泼我脸了。他都不怕冷、欸，他冷的池，他都直接下去。是啊。我也敢直接这样吗？妈妈，你看。你看。完全不怕冷、欸。他是冷水冷泉哦、喔。对啊。好。那、啊、你泳衣穿了吗？有啊，穿着啊。哦，那很冰哎。现在这个时间都没有人。温泉鱼。好痒，好痒！鱼是你，你要吗？不要。啊！好痒，很痒，我受不了。那你还可以不动，你很厉害。我刚开始很痒，很痒，但是我要心如止水。黑面包。看这里好舒服。舒服哦。你要去溜滑梯，我帮你录下来，好不好？你去溜滑梯。好啊。来。
好玩吗？命吧。好玩呢。好玩了、啊。好，我把我去准备一下了。准备吃晚餐。吃晚餐。